大家好，我是老谭，明天又是逢场天，我老辈子他种的有那个江浙海椒，喊我们姐去帮他卖了。那款韭菜哈。老辈子他一年子菜还种得多。顺便把球再捡了回来。小范慢点喽，那路打滑哟。哎，你那位置还得接海椒，那个不好接哟。弄得早啊，都卖个好多发了哈。我细的还传你通知还来，不然还搞麻烦呢。哇，接起捞一捞的。那些瘸子巴适惨了。那个要清拉清放。那个条是绿色蔬菜，没打药的。接那个还是稍微捞一点的哈。生意要做都做大点儿。我十万的斤，手起好多泥巴哟。要麻烦哟。要得要得哈，老板子，你想去忙嘛？好，那趟我们菜也拿得差不多了，回去把那个葱子扯起来，你切。大海椒，茄子。我去把那茄子洗一下。把那些葱子扯起来卖了，洗不赢。我们的葱子还好，没倒苗。给它根一根的给它分开。给哪儿鼓出来，捆住把一把的。今早晨又遭睡着了，小那张开还有没有位置哦？今天早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大天白亮。今天早上忙起脸都还没洗。我们是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大汉江，那不得了！风采到了，东西摆起来。它虽然利润不嘛一样摸点点嘛，是吧？那个红菜是嫩呀。称嘛，吃得的东西多了少了也无所谓。要给你称够哈，这是诚信问题哈。生意天天去那个火锅都可以了哦。四斤啦，四斤噻。今天会见你啦。杨飞，杨飞。要得要得。这些都是。还是有市民说你都那样来的嘛？药西的，我们药西。你呀。好的，好的。搞快点，搞快点哈，又要卖完的哦，等后点来哈。是啊，老年人都说多吃蔬菜，我天天按照那肉吃。买菜吃还是划算的哈，两袋才10块钱，是吧？要得哈，老姐慢慢的哈。这点菜卖了好，早点回去。要得哈，慢慢的。两个枕头，一双。欢迎品尝，优惠多多，购买。用个那样的茄子，不用动的。人家又怕是我们最早收摊，买好点儿的哦。下次还是多了。
辣点儿，你把它烧了一下就没完了。哎，没完了。他们是要吃那个价钱，我这边没开。你们我的东西货真价实，连蒸笼都没到。哎呦，那要干饭的花龙花茄子，这种最好多种的，你打龙头。生意好很了，一激动把凳子又坐烂球了，那啷个得了嘛？好嘛，今天又当个败家子，凳子也坐烂。那些羊粪，搞快点哈，搞快点，领导都看到了，那是啥的，弄出来了。那我干了，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买了。要得。哎呀，现在钱不好赚了，跟着馒头算了。哎呀，那好坑人呐，还是没有面条，吃吃下口啊。你嘛没关系，哎呀！来来来，虫子哈，虫子三把两块钱，卖了早点回家了，都是那点虫子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虫子三把两块钱，卖了都是赚的哟。你城里买我的菜，提前放进去嘛，老娘人，身体重要。你吃了我的海椒，后面那还是热的，我早上全都干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王卖完了不？卖完了就好噻。今天又是个早摊儿，今天点儿都是卖光了的，那时候摊儿我就回家了。你要那个手那个手到位，我的宝马修都快得很，哈哈哈哈。